正在刚才我从这边过来嘛，看到你想过来跟你打个招呼认识一下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想认识一下交个朋友。啊，有点紧张是吧？我也有点紧张。你认识一下呗，我叫易风行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想认识一下交个朋友。你的不像是吧？没有，其实我们帮人家开发软件，或者是帮人家运营淘宝啊、天猫这些这些的。嗯，还好。你是在还在上学吗？没有啊，我在刚来宁波，在找工作啊。还在找工作？对啊。你什么学什么专业的？啊？哦，当老师，那你是挺好的嘛。他小孩子要耐心很好，那耐心的还好，但是如果没有管好小孩子，等一下有一点点偏差，他们父母就长成。对了，现在好像这方面学校里面的师傅还挺多哎。对啊，是吧？对，等一下，不小心说了一个什么，都是被人家举报了。对，也有这个可能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加个微信呗。可以啊。啊，这个加我一下。嗯，小写字母 Y。我的也比较好记，微信小写字母 Y 加另外一个手机，小写字母 Y 135-3665-8888。啊，对，就这个。我想认识一下交个朋友，我叫易风行，叫易风行的。好好，你去这去哪？去哪？我等一下，我们一个同事。你要去找同事吗？等他，他们刚从外面出差回来嘛，我等他一下，等他回北仑去。你在北仑上吧？好，这个我们地址在北仑。北仑哪里站的？地铁坐不到几就到了，一号线坐，肯定要坐半个小时吧。好，那微信联系，拜拜。这个世界时间不停留，究竟还要忍受